哎，各位同学，我们开始上课啊。请起立。起立。小姐。哎，大家好。哎，请问有没有上过我的日文课的？那日文比较深的有没有？没有。那手上有没有这份资料？有啊，有没有一张那个发音的那个？有哈。好，啊，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不好？哎，那个先那个身份证。我是算日本人啊。只是我还没有规划他们的国籍而已。哈，我是东京，我住在东京的品川区西武坂田八丁目12-5604。我姓武七，一个武双口武，一个武再个口，然后妻子的妻。啊，明天的明，宪兵的宪。啊，这个世代族就代表说是这个家里面所有的老大，就是我。啊，因为我们家里面，啊，我是我爸的长子，所以就下来就没有了，所以我是世代族，这是我的，日本的一张证件，啊，的护照有没有？护照。因为我很小就去日本的关系哈，然后我也没有去换那个日本的护照，所以就因为一直卡着，一直卡着，拿着这个侨居身份，我很小就拿侨居了。啊，这是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然后，我换了这本护照，然后是持照人是我嘛。日本永久长期居留证，啊，这个是日本法务大臣给的，所以我不是台湾人。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国语跟讲台语？是因为我妈妈是台湾人，啊，做细汉拢打工，国语甲台语，所以我一定会讲。那个邮票。我昨天到发，我这两天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邮票有没有？上面盖中华民国那一张邮票，大家注意看这张邮票哈，这里是写着大日本帝国，看得出来吗？可是上面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对，有没有看到中华民国台湾省？有看到了吗？为什么？啊？错乱？不是啦，查啦啦，就是查啦啦，贼嘛，这贼嘛。啊，还没有那个邮票，没有盖那个。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那个台湾的邮票。据说当初明治天皇在弄这张邮票的时候他讲我们这个玉山啊，讲得比他们的富士山还高。那再换那个钱，哪一张都好。大日本帝国政府内阁有没有看到吗？有没有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券、大日本帝国内阁印刷局制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这可以代表我们是什么人吗？想得出来吗？日本人可不可以？够不够？哦，那没关系嘛，
慢慢学嘛，对不对？啊，那个诏书弯的那一张，折起来那一张有没有？诏书啊，折起来的那张诏书啊，哎，不会的话叫杨宇培进来弄了。为什么这个台湾银行上面写株式会社，你们知道吗？因为之前哈，就是在这个在明治在过去的那个时候哈，有个专门制造厂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是那种国。就是类似那种大藏省还没有的时候哦，它是需要一个印造那个钞票的会社。那这株式会社就代表，就是说它之前那个大藏省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必须要用一个会社的名字出来啊，所以叫株式会社。当然，我现在还在研究，我找到了四张，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泼给大家看了。那时候是在日本当地。大日本帝国时代的也是用跟台湾用的一样的钱啊，在冲绳也是用一样的钱，然后在那个他那个时候也在朝鲜的时候也是用一样的钱，所以在日本本国跟台湾跟冲绳呢跟朝鲜那四张钱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了，不没现在没时间弄上去啊，啊就是这张。大概看一下哈，我是昭和50年出生的，他是昭和27年嘛，对不对？4月28日，对不对？好，那23年往前推啊，那这写什么？批准什么？在台北签的合约，日本国啊，全权委员中华民国，这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他批准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家去想哈？这时候应该是已经被人家投了2颗原子弹之后的事情了哦。为什么天皇还要批准呢？为什么批准这个平和条约呢？日本国要跟中华民国为什么？为什么？可是在我所读到的和平条约里面跟你们所读到的是不一样，我们只是放弃了领土上面的人的日本籍而已，其他的我们概不谈。所以我们所学到的历史呢跟你们所学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研究说这批准是什么意思，而且它是在昭和27年4月28号哦，人家给他看，他是在昭和27年7月9号在东京的皇居里面批准的，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代表我们是哪里的人，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他为什么用批准这两个字，对不对？这很简单嘛，所以我不会相信美苏美战是苏美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学好日文，好不好？那会不会讲日文？还以为我会不会念，会不会？会，会。那复习一下好不好？来，平假名。哎，基本上日本有平假名跟片假名哈。那片假名呢，就是另外一张片假名给大家看一下。
这平假名啊，比较有这种弯弯曲曲的；片假名是比较直，有没有？有没有？它是外来语用的比较多，片假名。那平假名跟片假名，就是说它的文具上用的呢，绝对是平假名用的多。那片假名专门都是用那些外来语的多。来，片假名，要平假名来，一起念好不好？啊。啊啊一一呜呜诶诶哦哦卡卡叽叽哭哭 K K 口口沙沙 ，C C， 斯斯 ，C C， 手手，他他，鸡鸡，滋滋，腿腿，哆哆，那那。我会不会教得太快？不会。好，你你努努奈奈奈诺努努奈诺哈哈嘿嘿呼。呼嘿嘿吼妈妈咪咪母母妹母母呀呀又又有有啦啦你如你你如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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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你你圈圈你有你有有你你那一张纸后面那一张没有吗？啊，有没有？嗯嗯嗯，那就是它的发音。你一个句子上面，它有没有加点点发音的？有没有？旁边都有发音。最后面那一张，有没有？还有那个，比如说在电脑上面想学习打日文的话，那一张上面都有教你们怎么去打，好不好？那我们看那一张就可以学习说怎么样上网踢日文的名字上去，这样好。然后我们翻开第一页，这一页，刮胡这个是老的日本字，现在不用了，我没有时间把它画掉，不好意思。来第一页有没有？这一页，ここは那一页开始。我们从这里开始哈，来 ，koko wa， 这里式的旁白是 koko wa，koko wa，koko wa， 台湾政府旁白是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你们两个如果弄不出来，应该去找一个会弄的嘛，你们两个在死撑什么？去找一个会弄的。
啊，下面那个是周五开讲，周五开讲。嗯，私たちの，不好意思啊，但那个 PowerPoint 还没有弄出来。私たちの，就是我们的。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哦，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就是这里是台湾政府的中央会馆哦，我们的幹事長是武林先生。为什么叫幹事長哦？这个秘书长呢，其实要翻出来的话是，我之前翻是那个叫做事务总长啦。那我曾经研究过那个议员有没有，就是那个在那个日本的议员那个里面有事务总长跟副事务总长跟干事长，好像干事长比事务总长大一点点，就类似那一种怎么说啊？操控的这样子啦。那在日本讲的话是讲那个干事长。弄好了没有？不好意思啊，哎，好了，来，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哦，周五开讲，是不是跟你们手上拿的这一份是一样的？对哈，好，不好意思哈。私たちの，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竹林先生です。在这里是台湾政府中央会馆，我们的干事长是武林先生哈。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里是这个哇，就是的是的意思，其实不是，这个哇只是个助词而已。这个啊，有没有？其实呢，这个在我们刚刚读 IUU 的时候，它是念哈，哈，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这里要念哇？你知道吗？对。然后呢，所以它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安内，一下是安内讲，可是呢，在文字上念的又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是台湾政府中央会馆，我们的干事长是武林先生，我们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是的意思，所以这是日文上面是文法全部不一样的，放的地方也不一样，主要就是差别在这里而已。所以有一些句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跟电影我们现在要去看，讲的跟书面上写的是不一样的。日文很难，深就是在这里。这样，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台湾政府、
周五开讲，周五开讲。私たちの、私たちの、たちの。今天好像有点故障啊！他给把呀啊，看起酒哇，看起酒哇，他给把呀是，他给把呀是，先生です，先生です，行名、行事、行名。幼稚，这个就是、哦、天皇的那个章啊，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诏书红红的那个章，有没有？哎，应该是讲玉玺啦，是不是？嗯，幼妹幼稚，幼妹幼稚，天皇陛下叫天皇陛下，天皇陛下。伊米娜就是天皇陛下，天皇肯定有个名字嘛，比如说啊，吴奇明宪的话，吴奇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啊？武林什么什么什么啊？张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后面这个字不能够直接讲说他的本名、他的真名的，只能用伪这个字，叫伊米娜，伊米娜就尊称呐、啊，因为他是天皇嘛。好，来。明治天皇的一名那叫木之希多，木之希多，明治天皇，明治天皇，他的一名那叫做木之希多，木之希多，大正天皇叫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他的伊米娜呢叫尤西希多，尤西希多，尤西希多。啊，昭和天皇叫昭和天皇，昭和天皇，他的伊米娜就叫做ヒロヒト，ヒロヒト。那现在就是叫阿基希多天皇，阿基希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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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阿基希多天皇，阿基阿基希多天皇，皇居皇。叫皇居嘛，国叫国叫，他在哪里？在千代田呢、啊，叫吉欧达，吉欧达，吉欧达。来，大日本帝国叫呆呆，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アメリカ，有没有？这个就是片假名了嘛？有没有？就外来语嘛？好、哦，アメリカ合衆国，合衆国公民化，公民化。皇民化嘛，吼、哦，来，巴冈条约，巴冈条约，下関条约，基本上它下关条约跟马关条约是一样的东西。好、哦，你们在讲的是马关条约，我们讲的是下关条约。啊，真的是有这个地方了。
啊，你去的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跟那个真的一个那个人家那里签约，还有留起来做纪念。好，来，平和条约叫黑瓦、旧雅阁、科瓦、旧雅阁、旧雅阁。科古，科古，无共，无共，科古无共。其实你们讲看空母舰，我们书本上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们都是讲空母，库博，库博，库，库，博，库博，库博，还有阿嘎基。阿嘎基就赤城、信浓、大凤、加贺这四条比较有名啊。它的日本不是很多支航空母舰吗？啊，我们都是讲这个，我们不用讲航空母舰，我们只是直接讲空母呢。好，然后空母里面有赤城、信浓、大凤跟加贺。阿嘎基，信濃、大砲、閣下，然后下面这个是大和战舰。其实这几只哈，我们觉得这一只是最厉害的，只可惜它还没有炸到什么，它就已经沉到水里面的。它叫亚麻多。亚麻多，岘港。亚麻多岘港，来，神风特攻队哈，翻到另外一面，对不对？还是在下面，翻到另外一面嘛，下面啊，来，神风特攻队，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有看过吗？有看过相片吧？有没有看过？有哈，卡米卡泽，卡米卡泽，特攻队，自卫队，啊，你知道为什么有神风特攻队吗？敢死队，那自杀的，那你们知道神风特攻队里面只有日本人，还有哪一国人吗？台湾人，高沙族，为什么？是你亲戚？你怎么证实给我看？嗯？啊？来，拿那个一定有不？证书？来，这有不？有一张证书，高沙族的证书。事实上，我查到了啦。那个神风特攻队里面确实是有我们台湾人，也是高沙族的。嗯，我有放在那个我的文件档里面，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我弄出来，或是给他们看一下那个相片，那个神风特攻队的相片，这是在台湾拍的哦，在台湾照的啦。啊，这一张，这里面有几个是台湾人呢、啊？真的，是在台湾那个小学附近拍的。有没有看过这张相片？没有哈、哦。其实还有几张那个高沙的那个义勇队的毕业证书啊。当初只要有那个高沙毕勇队那个义勇队的毕业证书，才可以上那个飞机。那个飞机不是像你们所说的敢死队，是为国捐躯。他甚至于可以教你讲说，哦，这个飞机上去，
往下坠，不是叫你跳海哦，是叫你跳在那个船上面呢、啊。你们可以讲这自杀吗？那是为国捐躯，他炸，他上面有带的是石油弹呢、啊，炸那个飞机啊。对啊，啊，炸那个船舰，你要去想啊，他去炸那个船舰，你要上这个飞机之前，哎、欸，你炸你的戏啊呢。而且很多，就是在日本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因为上这个飞机的人只要是14岁以上就可以上去了、啊，14岁以上就可以上去了。他还飞到他妈妈的田上面跟他妈打个招呼，他再走的，这真的有啊。他回去就不会回来了哦，准备去死了哦。有这个，你们现在人有这种精神吗？没有吧。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他们是那种自杀，我不会。像我们日本人脑袋里面都很尊重，非常尊敬这些人呢、啊。不是说啊，哎，黑东西，这是不能骗人的嘛。修业证书三旗四郎，为什么叫三旗四郎？你知道吗？我曾经跟那个刚刚早上跟你们那个义勇军，那不是义勇军的高沙组那个沙盖。我说你忘记哪里的这一张了，我找到这一张证书的时候，我傻住了。我相信啊，很少人看过这一张证书啊，我傻住了。为什么？我看到右者第二回高沙特别义勇队教育训练修业证，昭和18年10月30号。高沙特别义勇队教育主任绝内丰秋，这不能骗人的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只会去想说，哎，为什么这个靖国神社里面放了3万多颗、9000多颗这个神柱，然后去拜他？但我们也要有这个精神在啊。我们不可以说、啊、我们就是臣民、哦、我们是日本人的臣民什么什么，嘿，龙欧被乱化不会晒、啊、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啊，我们要学习那种什么臣民的精神啊，不对吗？嘿，乱化龙不太对，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哎，嘿是自杀，嘿是这勇气呢，嘿那是自杀，对不？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那些人去的话，哦，会有现在吗？没有吧，对不对？这是事实吗？还有没有别张相片？炸那个船的那个，有没有？他炸的时候是这样，我还有一些影片呢、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到电子档里面去。他是教人家飞机开上去的时候，在什么样的角度炸下去，然后刚好炸到那个船上的油桶或炸哪里。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办法了嘛，只能用这一招、啊。回到上页。嗯，好，回去。没了，哎，来，神風特攻隊，那相信我这样一解释，大家对神风特攻队里面的想法就会改变，对不对？我相信说上了这一堂课就不会觉得说他是自杀的，看到了毕业证书，看到了这些东西，你们说啊，这是事实，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台湾人不要讲说呢，给给那要证实，要找一个真正的东西出来，对吧？吉耶呆，他战输人家了，战败国，所以不可以有军队，只能够保卫自己叫自卫队。吉耶呆，
他自卫队里面有陆上、海上、航空，陆上叫陸上。陸上。陸上。海上。海上。航空。航空。航空。那我们呢有什么？黑熊部队吗？我们这里有没有黑熊部队的？有没有？有，会不会举手一下？你要会不会念？骷髅库吗？布袋，布袋，骷髅库吗？布袋，骷髅库吗？布袋，波哥多，波哥多，琉球。琉球，无我自立西吗？来拉高一点哦。我们是讲钓鱼岛有没有？但是日本那边是把它反过来叫鱼钓岛。无我自立西吗？无我自立西吗？啊，高砂国族有没有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有，那要学他嘎，他嘎，沙锅，沙锅，作曲，作曲，他嘎沙锅作曲，他嘎沙锅作曲，啊，这个叫平埔族，黑火作曲，黑火作曲，因为高沙族在就平埔族嘛。对不对？黑火族，高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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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来再念一次，高砂族。作曲，他嘎沙科作曲。对，来，来回到第一页。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今日は竹林先生です。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行名行事行名行事天皇陛下天皇陛下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大正天皇昭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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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皇居皇居皇居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安倍现在在修宪了
如果你们有 FB 的话，可以去查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放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我现在找到的资料。安倍确实在修宪的，当他把宪法修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回归大日本帝国了。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帝国，下関，下関条約、千代田、千代田、公民化、公民化、公民化。来，我再往上。一番、一番、次回、次回、駅、駅、乗ります、乗ります、降ります、降り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来在网上。うるさい、烦呐。うるさ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まずい、まずい、まずい。好き、好き。嫌い、嫌い。会いたい、会いたい。乗ります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坐车的时候，肯定有去过日本的有吧？有哈，他在坐电车的时候，是不是门打开了，你要闪他先下来，对不对？那比如说你要上去的时候，乗ります，我要坐，我要坐，不然他把门关起来嘛。这巴士也有嘛，什么都有，叫乗ります，乗ります。那像巴士要下去的时候，你要按那个按不到啊。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おり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就是对不起，请问的。例如说你撞到人，也可以说すいません。啊，想要问人家说，哎，这个厕所怎么去？ごめんなさい、すいません，也可以这样子说。然后呢，うらやましい是很羡慕。うらやましい、うら。やましい、うらやましい。映画館、映画館。公園、公園。像你跟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就他很烦哦。你不要讲，讲讲烦哎，你很烦的吵架，对不对？うるさい、うるさい、塞、うるさい。对，你听不嘛？他可能问你在讲什么意思，你不要解释就好了。来，再往上拉，再往上拉一下，嘿，来，小店街，小店街，映画館，映画館，薬局，薬局，動物園，動物園，地下鉄，地下鉄。回転寿司、回転寿司、お手洗い、お手洗い。这个厕所哈，你可以讲トイレ，也可以讲便所啦。可是呢，你们是臣民嘛，对不对？臣民要高尚一点呢、啊，不要跟普通人讲我要去厕所，我要去便所，我要去トイレ，要讲お手洗い。臣民要有那种クラス较管的嘛。对不？お手洗い、お手洗い。这附近有电影院吗？この近くに映画館ありますか？对不对？这附近有这挂号电影院吗？对不对？この近くに、この近くに映画館はありますか？这附近有没有电影院？那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常常会去商店街啊，对不对？
日本的商店街，或是日本的药店，对不对？小孩子去的话，会去想去上野公园看熊猫嘛，对不对？然后去吃那个回转寿司嘛，对不对？那你要去上野的时候，你要坐地下铁嘛，对不对？那你坐电车的时候，你要说你要上车要下车，这些你们都必须可以用得到的嘛。この近くに、この近くに薬局は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回転寿司は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地下鉄は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お手洗いは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公園はありますか？この近くに動物園はありますか？对不对？我们死记它，我们把这个死记起来。那后面有发音嘛？到时候去了日本就可以哎，唔知也记要怎么说了。来，再上再上。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か？有没有这个？有这个吗？哦，ありますか？どこですか？在哪里？どこですか？在哪里？也可以说お手洗いはどこですか？对不对？比如说迷路了，你在餐厅问说：“哎，厕所在哪里？”お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你可以问トイレありますか？对不对？地下鉄ありますか？现在教你问你这个跟在哪里，这个就是刚才那一句，你比较难记不住的话，你就记这两个，那没办法了嘛，这两个比较简单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去吃那个回转寿司的时候，比如说吃到蛋啊，吃到什么在很想再吃的时候，你可以这もう一人前，もう一人前，对不对？いるいらない，要不要？もう一人前，比如说你看到虾就もう一人前，他就再一份给你。どっち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か？もう一人前。来，有没有看到那个寿司的相片？的第三张，然后你照顺序泼。这个哈。这个就是那个鲑鱼的蛋啊，叫伊古拉，伊古拉，伊古拉，哦，它这个哦有用那个酱油啊，那个怎么说啊？酱油跟糖啊，跟那个日本的那个米粒，对，去煮熟过，然后去泡它的，这个叫 temaki 啊，temaki，temaki， 这个叫伊古拉，伊古拉。哎，我，就这个嘛，对不对？鲑鱼蛋，伊古拉，好，哎，下一张，ネギトロラ，ネギトロ，ネギトロ，他就是把那个鱼有没有剁碎啊？剁的碎碎的哈，然后加一点点的味道。然后放在这个海苔啊，卷成的饭，放在上面再放葱，这个叫ネギトロ。ネギトロ。来下一张，鉄钢巻き，鉄钢巻き，就是那个尾鱼比较红的地方啊，然后把它滚成一条，切一切叫鉄钢巻き，鉄钢巻き，鉄钢巻き。来下一个，
这个是沙漠嘛？阿布利沙漠，阿布利沙漠，这个是鲔鱼哦，它也是有泡一点迷令跟酱油之后，再用那个强的那个火棒去喷它、啊，这个也蛮好吃的，叫阿布利沙漠，阿布利沙漠。来下一个，这个阿布利托罗，阿布利托罗，这个鲔鱼麻古罗里面鲔鱼最好吃的就是这个了啦，啊，有人是吃这边，有人是想吃脑天呐、啊，脑天是大概就这样子，一条，就是大概长大概30公分呐、啊，它的厚吼、哦、大概。大概这样子吧，就一条而已。脑天里面有一条的啦，它控制它那个脑神经有一条，那全部是油，那也不错。啊，这个叫布利托罗。来，再一个，阿麦比，阿麦比，甜虾啦，阿麦比，阿麦比。来，再下一个。乌尼海胆，乌尼，乌尼，乌尼，哦，再下一个，马古罗，马古罗，马古罗，好，下一张，希拉梅，希拉梅，希拉梅就是那种冰冰眼黑鸭哦，嘿，半边鱼，两个眼睛朝上那个嘛，希拉梅，来下一个。Tamago, Tamago, 像小孩子是讲 Tamago Yaki 啦，它有两种，一种你如果讲 Tamago 的话，它就上面是饭、蛋，下面有一点点那个饭给你。可是你刚才讲 Tamago Yaki 的话，就是两个切两个这样两块蛋给你，哎，它是两种讲法 ，Tamago 跟 Tamago Yaki 是不一样的。好，来下一个。卡尼，卡尼，这是螃蟹嘛？卡尼，卡尼，来再下一个，这个有吃过吗？没有，这个是那个一种讲什么鱼呢？一种鱼的那个卵巢啦，这个吃了很好吃哦，就是那种口感啊，很软软的。可是不会说很恶心啊，这西拉扣，西拉扣，日本人在冬天的时候绝对会吃这个东西啊，而且不便宜哦。我们会去那种超市有没有？然后用这样小小的土锅啊炖，就是水开了之后把它放下去煮煮煮煮煮煮煮，然后吃的会滑滑的，对皮肤啊很好。西拉扣，西拉扣。去的话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应该这个东西要在秋天到冬天才有啊，然后会怎么说，吃的会比较有元气，比较有精神这样子，绝对没有腥味的啦。嗯，可能你们听到这个就不想吃了，西拉口，可是真的美味。来，再换另外一个，这个叫阿拉基鲁，阿拉基鲁。有去过寿司店，在日本去过寿司店的话，最后一定要喝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如果说他是那一种说买那整只鱼回来了，这家有熊后尾啦，这家熊赞的啦。他如果是那一种超市买整盒整条回来切直接包的吼，那个就不好了。可是你如果是去那种大型的回转寿司，他可能是前天晚上就叫一大去鱼馆叫一大堆鱼回来，然后慢慢自己杀。啊，杀了剩下那些骨头怎么办？煮这个汤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喝，这个叫阿拉基鲁，阿拉基鲁。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对吃这么有研究吗？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以前是厨师，我是拿刀的。对，我曾经杀过这么大只的鲔鱼啊。那一只大概有300多斤，所以我会知道说脑天，这个叫脑天啊，这叫卡玛啊，这叫希拉梅，
这个我也会做啊。所以我会知道说一只鱼怎么样来齁，就一只像类似那很大只的那种西瓜大这么厚，我就一个刀子大概三个小时把它破开来。我真的是厨师。哎呀，破名片给他们看。所以我会对吃齁比较有讲究。我以前是学怀石，之后再学中餐。啊。日本人讲话不骗人的啦。有没有？所以大家去日本不要忘记吃开店寿司，因为呢，除了你台湾人很少吃牛肉，对不对？因为那个牛很，对，很勤劳嘛，耕田嘛，所以呢，那就吃海鲜嘛，嗯，而且日本是海鲜比较那个啦，你们放心，现在辐射已经没了啦，所以可以吃了啦，来。下一张那个，下一张图片，吃寿司哈，为什么要吃这个？你们知道吗？去腥，不是？那你们为什么喜欢加那么多那个瓦萨比？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到现在觉得哈，像没，知道什么是瓦萨比，绝对不能杀菌的。像那个妇女会那个会长那个您问那个郭阿姨，她就知道瓦萨比不能杀菌，要咖喱才可以杀菌的。咖喱啊，这个就是生姜啊，叫咖喱啊。嗯，日本人在吃寿司的时候，为什么旁边有个生姜？你知道吗？那个第一个就是杀菌，第二个就是去除那个鱼的腥味，有没有？啊，那个生姜是不是有一点甜甜的？它那个是杀菌的那个啦。啊，当然瓦萨比也是有啦，但是我就觉得说，你每次哈，像中央他们，像秘书长他们有在吃那个沙西的时候，哇，那个根本就是在吃瓦萨米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吃的说，哎，这个什么，这个那个螃蟹的味道，或是鲜贝的味道，或是这个那个希腊梅的味道，什么味道，对不？我觉得应该下次不要放这么多沙西那个。瓦萨比，你才知道那个鱼的味道，不然你吃进去嘴巴里面都是辣的嘛，对不对？我们的话哈，比如说哈，就放这样子而已。比如说我们吃一片瓦萨比哈，就放这样一点点而已，啊，把它搅散。这样子的话哈，有的还是有只沾一点哦，因为它要吃鱼的原味嘛。啊，像我以前在去那个。就是去挑鱼的时候，挑那个啊，这个鱼鲜不鲜的时候，他马上在你后面把那尾鱼切掉，对不对？那尾鱼的尾巴切掉，那你看尾巴才知道它油度够不够，有没有？那油度够的时候，他会用那个汤匙啊，挖那个尾鱼的那个油下来，然后放在那个鱼里面，就是从海上捞上来的时候，不放一个鱼池吗？那鱼池也是那个海水的嘛，也是干净的嘛。那他把那个汤匙放在那个鱼水上面，我这样吃，那是干净的嘛？我们是这样子在吃沙西米的。那真的放瓦萨比是沙具没有错，但是很少会像放这么多的瓦萨比，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到底是在吃瓦萨比还是在吃生鱼片，我搞不懂。来换另外一张，这咖喱，咖喱要记住，咖喱，咖喱，嗯。来换你了，对吧？是那个扁鱼嘛，希拉妹，希拉妹。来下一张，啊、哦，马古罗，不能讲透露哦，这讲透露会被笑哦。透露是加啦，加好做透露，啊加好做阿嘎咪啦，啊这我说的 noten 在这里啦，好、哦、啊这个叫看嘛，啊这个叫希勒，啊阿嘎咪哪嘎咪是在这里。哦啊，这个叫马古罗，这整只叫马古罗。你又指着说哇，托罗，哦，人家说笑你不行，要马古罗，马古罗。哦啊，你们如果再去那种说比较有点高级不高级哈、哦，你可以试着跟他讲卡玛，卡玛，卡玛就是鸡饼啊，塞啊。他烤的这个卡玛确实会烤的好吃，
烤完之后你喷一点酱油，再喷加一点柠檬，哦，真的好吃。来，再换下一张。乌尼，乌尼，有看过乌尼的人吗？有看过海胆本身的人吗？有，他会不会走？你们相信吗？他会走哦。因为我以前要杀他的时候，我要先把它弄干嘛，我把它放在这边。我转过身的时候，他已经跑到这边去了。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他怎么走的，我到现在还在想，我不知道他怎么走的。啊，杀他是很麻烦的，你必须要拿一个很尖尖的东西哦，往他这个红红的地方刺进去，要有技巧。啊，他两个会这样咚就打开来了。他是好像那种灵镜，有无？啊，你把那个灵镜哈，想说它没有纸，你把它破开来这样子，啊，它是粘着的，所以你把它破开的时候，你要用那个汤匙很顺利的往它那个缝哦，把它挖起来，它才会这样一条一条一条的，有没有？有啊，它一片很漂亮啊。如果说你去星光三月看那个乌尼是一片一片很漂亮的话，就很贵，对不对？那说龟狗啊，你有没有？很便宜嘛，是差别在这里而已啊。来下一张，这个叫 taco， 再下一张，那就完了嘛，我让大家听一首歌好不好？那如果要有时间的话，我跟教大家说这一首歌怎么唱，好不好？好，来，你们注意看哦，上面不是有歌词吗？对不对？歌的名字有没有？你们想要download这一条歌，你们自己到 YouTube 上面去找。好，我后面有教你们这怎么打嘛 ，Enter 下去就可以找到这首歌了。然后你们去学习唱这首歌。So
哎，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有没有要跟我一起唱？没有、哦。哎，郭会长来跟我一起唱来。不会啦。我们先念一次哈、哦。我们先念一次好不好？来，这个 Furui Album Meguri Meguri Arigato Te Zubuyaita Itsumo Itsumo Mune no Naka Hagemashteくれる人よ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焦っても面影探して読み返る日は涙日そろそろ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る夕暮れに見上げる空心いっぱいあなた探す悲しみにも喜びにも思うあの笑顔あなたの場所から私が見えたらきっといつか会えると信じ生きてゆく生きてゆく晴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焦っても寂しくて恋しくて君への思い涙そうそう会いたくて会いたくて君への思い涙そろそろ来一起唱好不好那音乐把它放大声一点不然他们不好意思就照着这个音然后去唱就好了啊不用怕啊音乐再大声一点好不好浮かぶあの笑顔
かを思い出遠く忘れても追かけ探して蘇る日がなんだそうそう。要唱啊，不然你们念也可以嘛。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行方に見上げる空心いっぱいあなた探す悲しみにも喜びも思う青い顔あなたの場所が私が見えたらきっといつか会えると信じて生きてゆく。这个没有什么高音低音啊，你们去回去的时候又在 YouTube 抓这一首歌，然后看这个歌词去唱的话，你们很快会学会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意义蛮深的。这首歌是在那个两三年前东京大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可以说播了快一年多，路上都在播这一首歌，因为已经看不到那个人了。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忘れても寂しくて恋しくて君へのあの思いながそうそう会いたくて会いたくて哎呀，郭会长，斗气斗气，谢谢郭会长。其实这个歌哈，不是说什么要死记它了，那死记的话哈，就可以记一首歌嘛，因为它也没有说什么很难记的那个什么。点点逗点那个平假名片假名这都没有这么多的片假名对吧？其实这个很好记的歌嘛，至少说你们听过这首歌，它的音调也不高也不低，对不对？啊 ，YouTube 一抓就会有了嘛，它也有卡拉 OK 版的，什么版都有，反正现在抓 YouTube 也不用钱嘛，对不对？啊，哪怕说学了这首歌也不错啊。来，我们到 Coco 那边，哎 ，Coco 啊那边。Coco 啊，哎 ，Coco 啊 ，Coco 啊，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九五改港，九五改港，私たちの。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特别要每一堂的日文日本课啊？就是高级班、初级班两堂，高级班一堂，我一定要教大家学会这个字，你们知道吗？对，还有嘞。啊，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在日文来说最简单的就是，对，你们说对了，这里是中央会馆。但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大家知道去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干事长是武林四绅呢？为什么呢？因为去提告美国的是秘书长嘛。为什么要告他呢？
要让天皇赶快来带我们回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当一个臣民呢，这两句话都不会的话，刚好艺术。我你统谋嘛，怎样讲？哎，可哥啊，台湾 safe 就要开港，对不对？没有这个台湾 safe 就要开港，是别那日俗美战呐、啊，对不对？读了一次初级班，一次高级班，拿了毕业证书，对吧？啊，统谋咱怎样讲？可哥啊，台湾 safe。就要开港啊！人家要是问你说：“哎，谁告的啊？”看记者啊，看记者啊，看记者啊，他给白亚西先生的，他给白亚西先生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连那个天皇陛下都不会叫，天皇陛下在你面前的话呢？啊，这边恭喜啊！天皇陛下一听无嘛，最少你也知道说天皇陛下嘛，天皇陛下，对不对？那明治天皇嘛，你也至少你要知道说谁给你臣民的嘛，明治天皇嘛，对不对？大正明治嘛，昭和嘛，对不？大正明治昭和阿伯兰那有臣民无嘛？啊。我们要当皇民化，我们也知道皇民化怎么念嘛，国民家，国民家，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记起来，这个都跟我们很重要的关系嘛。如果说我们那个图嘞，那个图，那个两只天鹅后面那只，你总不能说，哎，黑皇居啦，黑皇居啊，桃井黑耳朵下面天鹅，你至少知道它叫酷狗嘛。对不对？皇居嘛，阔狗对不对？那我人家问说阔狗在哪里？吉欧达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虽然说没有去过，你要当个臣民，你要记住说那个叫阔狗，那个叫吉欧达嘛，对不对？那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呢？那答案你崩铁锅狗嘛，对不对？这是不是都很重要？你跟爱记的嘛？啊，我这边来讲做臣民，你说我臣民哦，啊过来问你想你，我干了哪？不行嘛，对不对？来，往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来，往上，再上一点点，再上一点，停停停。射箭，射箭，射箭。哦，哦，哦，托鲁，接待，绝对政权取得。我们来这里干嘛？对不对？对不对？现在我教你们话，我们大家用心念，好不好？来，国国啊，国国啊，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中国改港，中国改港，私たちの，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台湾政府は台湾政府は幹事長は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先生です。台湾政府は、台湾政府は、絶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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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を、世間を、世間を。托鲁，托鲁，对不对？我们要取得政权嘛？政权不是说他也造来，爱抢来，爱提来，对不？信不信？再一次，哥哥啊，哥哥啊，哥哥啊，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中国开港，
中央会館、私たちの、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は竹林先生です。先生です。台湾政府は、台湾政府は絶対政権を絶対政権を取る。谢谢。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休困十分钟。